香港人这种争取自由民主的这种坚持，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看在眼里，而且都感同身受，那也愿意就是说，在香港人需要协助的时候，我们也提供香港人所需要的协助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，我看很快的就会把这个整个都做好，那就开始来看我们香港的朋友啊，所需要的这些协助，我们都会尽力。Thank you.